两万阳光预算随机植物组合，挑战一亿血量僵尸。规则：两万阳光预算随意种植，随机植物不做更改。版本：贝塔版。开始随机植物。小心脏都受不了了，最后不给我来这个机枪射手，这期视频我都没法做了。接下来僵尸小队分别是一亿血量高坚果僵尸、一亿血量大爷、一亿血量猴眼。昨天有个小伙伴给我说让二爷休息一天吧，天天打他，他太难了。然后我就答应了这位小伙伴，让二爷休息一天不打他了，但是只能休息一天哦。那么现在还是弹幕猜出你认为挑战哪种僵尸会成功呢？当然也别忘了给我点关注。挑战开始。首先是一亿血量高坚果僵尸，本次植物一个火炬树桩175阳光，41个香谱7175阳光，28个机枪射手12600阳光，总花费19950阳光。三种僵尸能否挑战成功，咱们拭目以待。由于时间太长，咱们加速一下。这第一个挑战就失败了，后面两个还有希望吗？然后就是一血量大爷，高坚果都没有打过，大爷也挺悬吧，咱们快点一下看结果吧。我去，竟然挑战成功了。最后就是一血量猴眼，这个难度也是相当之高呀，不过感觉猴眼的速度有点太慢了。我去，这真是险胜呀，就差一点点就要失败了。那么最后三种一亿血量僵尸，只有高坚果僵尸挑战失败，小伙伴你猜对了吗？